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，6月28号松山站转了20:16，排车是4209次哦。芙蓉发车将沿线港桃园的音绿色向下面左，因为就摆行程了。你最后的262次，苏澳的开往苏澳的自强号有没有？最后的对号列车开往苏澳的对号列车，在双站等一下准备行程。916圈呢？4209是919圈呢？哎呀，苏澳的262次，第二2800行九站面左，还是叫末班对号列车，在暂时啊，这叫暂时在。双站双双站行啊，哎，有贴纸，好，关闭车门。那下面干嘛？专门坐多久？我们来装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再见。